这就是威尼斯，威尼斯的桥都是这样子一阶一阶的。这是我们刚刚下来的这个火车站，啊，对，就那个，我们就沿在那边照一张。啊，我看到没有？老的 building。走了，嘴很臭，闻到味道没有？上面有几个人？哦，还化妆成那个样子。阿拉伯人。Campello di Diamanco. No, I didn't see any sign. Oh, I see it. San Marco. Oh, what is this? Old.Old stuff. He's in the middle. Yes. He's in the middle. He's in the middle.Oh, this way, San Marco. This is San Polo.这个这样子，港都拉在后面。Thank you.
3:30。我们现在是走里面，我们等一下走河边比较好看。等一下，我不要。等一下，河边更好看。好多人哦，大家都从圣马可走过来，我们是从这边走到圣马可，刚好相反。都继续往下、啊，这有包包，看、啊，大便小便全在里面，啊，这就是界限 between São Paulo and São Marco。我站的地方是 São Paulo， 对岸就是 São Marco。São Marco 其实它是一个，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区域。那都是水上 bus。 哇，风好大，好，都是人，看到没有？都是人，都不是意大利人。看到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好漂亮那个桥，这桥是很有名的。桥很有名的桥。啊，那个是桥哎，从圣保罗到圣马可的桥，这是什么桥？那每个桥上都是店。哦，那里有餐厅，就那家而已。哦，这里有一家，看没？嗯。好，走去。那家比较大。屋子，对啊，建屋子。这个国家好烂，康普森六，康普森六，到这边来吃。那个，哪里有坐啊？休息。哦，他那里有。哦，他的房子还不错啊。没人。这个估计在这多少钱啊？看这个估计店。才多少？啊？一共有1100多。哇，有1100多，1600。OK。怎么好多大陆人在这边开店？我看到了。站这里下班是吧？开机，然后你要停下来就浪费了。你看它的钟。它正在修。可以转过来一下。它正在修。这是那拱吧？这就是那几个马在这里。对啊。在修。那这个拱廊。啊，那边还有拱廊，还有这个。哇，你看上面的，哎，每一个很低调照。对啊。哎呀。
They do a day thing. And they have to tell me if it's good. 就在吃哦，可以进去吗？啊，不能进去，太晚了。刚刚就从那边进来的。我们从两点钟走，现在五点钟了。下面都是店，这边不是店，刚才下面都是店，可惜我们太晚来了都不能够进去，广场上都是人，大家都变成模特儿了，看到了，好，这是港都了。做了港都的人很少，因为一个人40块，两个人80块。我们赶快电，趁电还没有黑的时候，到那边照几张。Cross Bridge。什么桥啊？啊，这就是人家他们讲的什么桥？泰西桥啊。对对对。不可能。在站。泰西桥在。不是，就是这个桥。所以大家都走。哎，什么第一什么东西呢？你们要看那个。你看每一个，你跟着那个什么人群走就不会错。他们那个观光的那个人，你看每一个观光人走这条桥，看到没有？对啊，所以我说所以我就靠这一边。你账还录好了吗？啊？你录好了吗？哇！我来弄。阿里巴巴，他是阿里巴巴。